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阿拉。好，这次玩的是 Life is a game， 人生就是游戏。那一开始呢，先等一下好了。一开始呢，就是这个待机画面，非常可爱的小 baby， 刚爬出去画面外了。好，就是这个，这就是我小欧拉。那他呢，一开始呢，就是应该是说这个游戏开始呢，都是从 baby 状态开始的，然后开始走。好，我现在点一下，哦，可爱，有互动，可以点呢。那这是什么马桶是吗？好，不重要不重要，我们要开始了。我们先点这个箭头就开始了吧。好，就开始广告是不是？好，可以了，开始爬了，慢慢爬。然后走出个大门之后呢，choice 选择，它是按键吗？哦，跳，吃这个奶瓶，但是能干嘛？哦，有笑脸，笑脸会增加吗？选择。增加一点笑脸，笑脸是什么意思？心情吗？用灯泡可以吃。好，灯泡吃可以增加一点笑脸值。那这是多少吃啊？好吃吃好吃满，全部吃。灯泡是 idea 吗？是聪明才智吗？还是什么？是不是已经满了？吃到满了。好，职业是不是？太快，等一下，好，这个好了，这是拿灭火器的，是不是？拿灭火器的有什么作用？会减少，这是什么？太快了，速度太快了。那这是什么？读书吗？这个选择 ，friend 变朋友。然后我现在，我又被拒绝了。好快，好 choice。那到底能干嘛？完全不明就里。吃了东西之后竟然会让心情变不好，是怎么回事？好，现在变大了一点了。然后钱，吃钱，吃钱为什么一直狂减心情？用这个是什么？哦，不行。那这个呢？朋友。好，跳跳跳跳再跳再跳。然后吃钱，烟不能抽，对不对？烟抽了好像会减少寿命。这个红色宝石是什么？好快哦！人生怎么过那么快？人生过得快吧？那这是什么？买花是吗？买车？好，我现在负50块了，是不是？负债是不是？就为了买车？要还车贷？可以开车嘞！可以吧？然后这是什么？告白吗？失败。是不是会怎么样？不高兴，然后呢？可以再告白一次。成功了，然后就结婚了。哇，好快哦，完全不用交往好，再按一下爱心，这是野餐，然后这是骑机车，不是机车，脚踏车。好，人生就像跑马灯，过得非常快哦。怀孕了，我太太怀孕了。现在这是家里哦，小孩出生了。很快，速度真的非常快。好，出去。我觉得我变老了，是不是有年纪？已经证明了把年纪了。然后钱居然还负50，我现在拼命赚钱，拼命赚钱，赚钱。会，这是什么？拿水，帮忙吗？好，完蛋了！我现在为什么跳起来好像还要助跑，像一个企鹅的这种姿势？好，装可爱。然后吃，尽量吃钱，有了，有点钱了，多少钱？330、350，好，晚上了，然后，哇，这是房子吗？买房子吗？完全没有钱买房子，天哪！好，这是我老婆，已经老了，我们两个已经步入晚年了，然后跳也跳不起来了，选择也没得选。什么都不能按，这是想表达说人到老了，选择越少了，甚至都没得选择了。然后呢，年轻的时候不买房，然后现在跟老伴这边在做住这个破旧的房子，好可怜哦。走进棺材了吗？结束了吗？结束了，就抱我像木乃伊耶。哦，天哪，再回顾了，他只是个贫穷的资源。然后咧，基本没时间爱好，没有任何兴趣，是不是？和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冷酷无情的家长，诶，那些冷酷从那边看出来的，到底哪里冷酷了？冰冷的人，诶，到底哪里冷酷啊？不懂。他在电话亭旁边叹息喘息，太在乎别人了，我是什么？哦，这是回溯吗？回溯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关我什么事啊？我真是，这是闪到腰的表情，应该是闪到腰了。好，然后再往前一点，即使听到任何抱怨，我也无话可说。这是小孩嘛，出生的时候，然后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是不开心的感觉吗？对，不如直接放弃结婚，说不定过得更自在一些。哇，好负面。原因就是你买那辆该死的车，好吗？就是他买了那辆该死的车，才导致现在这样子的吧？我想，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发神经，工作也不顺利，然后朋友，以前的朋友也不记得长什么样了。然后这个也是，我这个人生会太悲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那么喜欢，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知道了，这个是萨克斯风，对不对？太像灭火器了吧，这个东西。好，再回溯，看一下，好，终于结束了，这一趟过得真失败。我的结论，这趟过得很失败。好不过了广告时间之后呢，我决定要来开启另外一段人生了。上次这一次过得有点失败，但是不知道什么过得失败，是因为还在摸索，所以什么都不懂。好，不要动，好，坐火车。OK， 准备好了，这次我决定不买车，好不好？这次就不买车了，要存钱买房子。好，走，一样是这样爬，按照惯例。哦，小时候好像没什么选择，这个要选吗？选。好，一样可以先增加我的微笑值，心情吧。好 ，OK， 心情变好，人生变得很快乐哦。之前是这样讲，这个就不玩了。然后就过下一个阶段，长大了一点。好，互动，嘿，嘿，涂鸦涂得非常好，很会发天分。好，一直上升当中，继续涂鸦，跳。涂鸦，哎哎，涂鸦，跳，有点错乱，跳，好，应该满了。这一次要选什么？吉他吧，挺酷的。好，这吉他，哎，这好像又是选音乐。然后怎么回事 ？Choice 啊，不行，被拒绝。哦，我知道了，是要吃音符。如果你是选音乐，是要吃音符，其他对你都是负面不好的。我有朋友了，然后音符也是要吃。有朋友了，好，所以我要尽量吃音符，然后躲过这些东西。好，这个又增加心情，好，非常好，目前正常顺利哦。再交个朋友，嘿，成功欸，会跳跳跳哦，跳，腿很开哦。好，开始赚钱的时候了，可以让心情变不好了。但是食物呢，能够稍微补足一点这个缺点。好，帮忙吗？哦，不错哦。嘿，嘿，变朋友，嘿，嘿，烟不行，哎，烟好像增加快乐，哎，但是不是减少寿命？好，不错，哎，这个这能干嘛？哎，能弹呢，会增加一点快乐。好，这次什么都不买，不买不买，我要省钱，我要买房子，哎，好，走走走走走，哦，没有买车就坐巴士，是不是？好。也可以啦，当一下这个，好，大个朋友，好，就是你了，一次就成功，太快了吧，好 ，OK， 走了走了走了，然后接下来也是一样，是一样的约会地点欸，然后下一个是一样是脚踏车欸，好，都是一些很便宜的约会方式 ，OK。下一个人生阶段是一样是老婆怀孕了，然后小孩出生，然后哎，看这个哦，老婆打来，可以当个老婆，好，还不错。
然后接下来是中后段，中后段的人生一样也是要赚钱，好拼命赚钱，哇不好跳了，这代表说钱很吃力，对不对？好，这个哇不行，哎成功哎，600多块了，史上最高，啊带老婆，会，好，现在已经800多块了，应该可以买东西，哎房子是1000块。买不起，也可以按，所以还是可以买最基本的房子。再找个老婆，好，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又到了中后段了？选择不能选，什么都不能选，一样什么都不能选。好，这一次过什么样的人生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吧。一样是大学，至少房子好看一点的啦。好，一样是棺材要进去的，进去啊！哎，装饰有没有比较漂亮一点呢、啊？哦，这告诉我们，死掉都是一样的，至少有老婆和小孩陪在我的身边啊。他只是个平凡的职员，基本没时间，一样怎么一样都是没什么时间爱好，保持一定距离，既是好丈夫也是好，哎。我刚刚就不是好丈夫吗？从哪边判断的？可以告诉我吗？别人说他是个很优秀的人哦，这次不错哦，评价很成功哦。他，哦，那个是我老婆吗？诶，是吗？好，我看一下，我喜欢的人都在身边，感觉真幸福。哦，这次不错哦。等一下回溯讲什么？都是正面的吧。做梦一样，我用了自己的房子。欸，我比较想这一栋欸。这一栋到底怎么存啊？这怎么跳也跳不了2000块，好不好？好，上一个。尊重还是尊敬？但我和那朋友互相尊重尊敬关系。好，这个是不错。让我选中一个一生中，这个肯定是那次，就是小孩出生的时候嘛，都是好的。现在回想，后悔那时没常在一起。哦，结婚的时候。在忙工作吧，我想，然后搭了巴士回去，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不知道过得好不好，朋友吧，同一批进来的，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好，这是职员的那个同事而已，毕业以后都一样的，然后这个一样是没见过，他也过着和我一样幸福人生吗？好，这次回顾。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只是看着好玩试着试啊。对，我觉得这个难道就不能以后变成歌手啊之类的吗？弹吉他还是主 band 啊，乐团啊，还是创作啊，作词作曲家、啊、什么都可以，难道就没有这种类型的发展吗？好，这一生又过完了，欸，过得很快，我来体验最后一个人生吧。好，最后一次了，好不好？最后一次完了，我看一下哦。欸，这旁边是有选项啊，商店能干嘛？这是能买职业吗？钱增加，富二代啊，一定要这个的啊。不过红宝石不够，是不是要吃红宝石？哦吼，这个是什么？学校时的初恋与新配偶业绩，有前提条件还在喜欢你。好哦，还不错哦，这些都可以。但是我的红宝石不够，悲惨。好，那他各种职业都是要透过这红宝石解锁的。那我现在没有红宝石，所以就直接再玩最后一场好了。好，走吧。好，这一次呢要当个傲娇的婴儿。什么是傲娇的婴儿呢？就是父母要抱了吗？不要，不抱。好，跳。欸，没有父母抱，跳得很吃力，吃不到上面奶瓶啊，有点小后悔。好，这个溜滑梯，一个人也可以溜滑梯哟。OK， 走了，下一个阶段呢，变大了一点了。好，一样是在这个时候趁机累积一下这个快乐的感觉、心情，还是智商，培养一下能力、兴趣。好 ，OK， 涂鸦涂得太好了，每次涂一样。好，继续。为什么那么多婴儿啊？我不懂欸，那么多婴儿的意义代表什么？不懂。好，来当毕卡索吧。这次来当个毕卡索，看怎么样。
OK， 会遇到同学。那我要拿什么？我要拿画，对，画会让我心情变哦，很多画。好，来增加心情，交个朋友吧。嘿，好，这时候可以打给朋友。好，我现在知道怎么用了，越来越熟练了。OK， 增加，继续。有画盘吗？怎么没画盘？哦，又是朋友，有就按是不是？画画，好，不能干嘛？就增加心情而已。好，开始猛赚钱的时候到啦，拼命赚钱啦！哎，这个成功！哎呦哎呦，不错，会成功、啊？失败？剪棒？这剪棒吗？失败？啊，又失败！完蛋了，这次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了。会吃到红宝石，还不错。然后呢，继续画个画，买个花，买个哦，这个车不错。完了，我败下去了。我买了一辆不错的车，哎，有车阶级，但是负债，这样好吗？好，哪一个呢？这个。成功 ，yes， 要结婚了。好，继续找，一样是那个非常简易的野餐和那个脚踏车，对不对？我不知道后来会不会解锁新的约会方式，因为这样有点怪怪的。好，有点老土。好，算了，没事。好，开始了，老婆怀孕了，然后一样是生小孩。好，继续往前走，我的人生呢，看似非常美好。康壮，你这个像这个脚一样，这样可以跳哦。完蛋了，体力不行了。画个画，再怎么画也变不成毕卡索啊。嘿，跳跳跳，嘿，赚钱，拼命赚钱。哦，不错哦，嘿，现在也赚到钱嘞。嘿，好，继续，六百多。应该还是可以买栋房子，所以得是有房又有车咯，还不错。嘿，好，应该可以买栋房子。我好想买这一栋房子哦，超想买那栋房子的。好，已经步入老年生活了，一样是这个环境。这个会让心碎吗？为什么？为什么是那个会心？我不知道那个图标什么意思。各位知道吗？可以告诉我吗？好，一样是两个人一起步入老年，然后最终一样是迎来每次都会下雪、啊，一样的悲惨的表达自己的老年是这样很悲惨的情况吗？好，好歹有一个异性朋友吧，都成就解锁了。好，又盖棺论定了，看一下我这一生到底过得怎么样。平凡之缘，沉迷于画。欸，我沉迷吗？我是按很多次，所以沉迷于画。和朋友保持一定，又是保持一定距离，好像没有跟朋友热络过。从哪边看出来的？我这个真的很好奇，他到底是从哪边判断出来的？啊，我知道是打电话的次数吗？没打回家的意思吗？好，又是冰冷的人。他，一样的画面。开始回溯，我喜欢的人都在身边，感觉真幸福。好，回去。很开心完成人生一大业绩，然后真哇，这一样的。我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吗？我很幸福，但你的无心，哎，又怎么了？又怎么了？又怎么了？到底又怎么了？好，这次开的车至少还不错。回去，不管怎么说，我最喜欢这辆车。最后破破烂烂还伴我出行，哎，这辆不错了，好不好？总不会是左边那一辆吧？那辆感觉像法拉利、欸。好 ，OK， 挺好的机会，但那时没那实力。为了获得大认可，熬了几天夜，最终还是看到是升职了，努力没白费哦。好，毕业后再没见过，这好像之前有显示过类似的状态，一样的。好，我回到小时候，我的人生如一幅画，画画的时候可以忘记所有不开心的事，只有幸福。所以画画，我觉得。以前小时候学的那些专长，好像都只是
怎么讲，都是未来上班的慰藉而已，好像这没办法变成有什么改变呢。好，那应该是可以透过这个商店，然后让自己变得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慢慢慢慢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多彩多姿一点。哎，我来，我跑去哪了？好，在这里。好，以上呢就是玩 Life is a Game 的影片咯，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按赞咯。想持续做频道的话呢，别忘订阅我，拉小旁边小铃铛。那 IG 呢，也别忘追踪我。我是欧拉，我们下期见咯，拜。